好的，怎么变成这样了吧？都怪三娃子，没事杀什么鬼了？这事好了，那咱们分担大的。三娃子还是那个脾气，不过杀鬼子不丢人。这些东西就别要了，鬼子就在附近呢，逃命要紧呢。就这么点东西，丢了使什么吃饭呢？马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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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そんな汚いお姉さんな。また。他不知道，里面总有人知道。知道那个人不说，我就一个一个杀，不知道的人。你知不知道枪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放了他们，全村除了俺，没有人知道。枪藏在哪儿？俺知道。要杀杀俺。我去马桑，他的不说的不要紧，他的孙子还在山上，把他的抓走，他的孙子一定会来救他。此刻马友，嗨。我去马桑，这帮村民呢怎么处理？指示を残して、全員殺すんだ。はい。全員殺せ！はい。